后继续。正在播出。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，波澜壮阔的外交史诗，不管任何时候，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操纵中国的命运。沉着睿智的新中国外交家如何智慧博弈？以将军的魄力，在外交的新战场上再立新功，全景展现新中国外交的破冰之旅。他要怎么打，我们就陪他怎么打，一直打到他们认输为止。外交风云，回溯峥嵘岁月。哎呀，我腰痛，我的脚痛。很有可能是因为肾结石导致的，会继发梗阻、感染、损伤、肿瘤、高血压、贫血。我这个是受过专业训练。这个绝对是肾结石患者的福音呐！微创高效的一个方法，病人体内拿出来的一个真实的石头，以为是珊瑚呢。腰痛男人竟是肾结石惹的祸，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晚9:10，健康有道。